最近的演艺圈真的是人心惶惶，有国外代孕的，有偷摸生小孩的，有选秀女的，有吸食毒品卖淫嫖娼的，大牌明星们的个人行为一次又一次颠覆着大家的人生观。近日，河南地狱遭到大暴雨，列车、地铁站、大型商场都遭到到不一样水平的围住，坚信许多小伙伴们都是在关心这事吧。这也是河南地狱在历史上初次遭到这般大的强降雨，这个时候太必须我们的偶像站出来。令人喜悦的是，齐心合力众志成城，河南自然灾害发生后，多名明星站出去捐助。截止到现阶段，大家能够见到的捐款明星及其捐助金额以下，相信未来朗诵还会继续有很多明星开展捐助。17X9少年团捐助100万，易烊千玺捐助300万，邓超孙俪捐助100万，岳云鹏捐助100万，张杰谢娜捐助100万，肖战张哲瀚捐助100万。而这种捐助的大牌明星呢，全是大家所了解而且拥戴的。在老百姓最必须他们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够立即站出去外伸援手，这才算是偶像的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开明星捐助以外，中国各大型企业也陆续添加到捐助精兵中，例如阿里巴巴捐助1.5亿，例如腾讯官方捐助1亿等。